云岛前书一章十八节至三十一节，伫咧台语汉字本187页。云岛前书一章十八节至三十一节，由我来诵读。因为是一个道理，沉沦的人看做戆，咱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宽容。因为有记载讲，我要得到智慧的人的智慧，我要弃杀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的人伫倒位落去？经学书伫倒位落去？即世间看辩论的人伫倒位落去？上帝敢无是予世间的智慧变成戆？因为世间既然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，上帝就欢喜对所宣传的戆来救遮的信的人。这拢是上帝的智慧，因为犹太人求神殿，伊哩人找智慧，若是阮传定是伊家的基督。对伫犹太人是瞎眼，对伫外邦人是愚妄。若是对伫受召的，无论犹太、腓尼尼，伊都做上帝的宽容，上帝的智慧。因为上帝的愚妄比人较智慧，上帝的软弱比人较勇壮。兄弟啊，试看恁的受召，照肉体有智慧的无偌济。有权力的人无偌济，有尊贵的也无偌济。若是上帝经世间的戆的，来予智慧的人见晓；上帝也经世间的软弱的，来予勇壮的见晓。上帝也经世间卑贱的，人看无清白的，以及遐的无的来废无遐的有的。哦，既然有肉体的，在上帝的面前无通夸口。若是恁对上帝得着点伫基督耶稣，伊对上帝替咱诚做智慧，搁做伊诚圣以及属会，至到照所记载讲，夸口的人就用主来夸口。愿上帝祝福伊的话。我不听不听的人拢受着祝福，啊！只是请黄天顺牧师来为咱讲道。今日题目是当作无共。这是咱台湾当心下头来祈祷，听听我的天父上帝。感谢你印出你的路布，来到伫宏远教会，为着圣经学院的主日，伫遮啊，甲宏远教会正兄弟三个同心敬拜多了你。愿主的神降临伫阮的会中，甲阮同聚会。阮弟兄用健康的心，爱要。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主你的话，以及主你的恩典。愿主你帮助阮、保守阮，过来的时间，学讲的、学听的，平平拢得到主你的祝福。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啊，来为咱宏远教会兄弟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新竹县个学院个纪念主日，啊！伫遮我代表台省来代表县个学院个郑书生来向咱感恩谢谢，即咱过去啊对咱县个学院个支持、鼓励甲奉献，伫遮台省向咱最大个谢意，也毋忘咱兄弟依然凭着过去。这款的心，由阮过去，也由阮来支持圣洁学院的各种的事工。哦，圣洁学院，咱长老教会所设立的这个圣洁学院，搁较会当伫各种事工顶面来得到大大的发展。
啊，今早起伫遮，甲咱做三个敬拜上帝，我所要讲的题目是当作工人。啊，今早起咱正兄弟来到礼拜堂，来遮做礼拜，大家拢是工人。是安怎讲？因为恁牺牲恁的假日，牺牲恁真宝贵的时间，伫别人。点菜伫迷信者的家庭，今仔日礼拜日，大家拢出外佚佗，大家拢去做伊爱做的代志，甚至利用这个假日，啊，真无简单，会当睏到较晏，睏到十二点，无人吵，会当好好啊休息一下。但是咱游玩，都爱七早八早，来到礼拜堂来做礼拜。伫一般世间人、一般世俗人来看，咱拢是工人。来了这个精神，拿了这个精神坐伫遮来做礼拜，而且着爱搁对裤底啊眼睛出来、手伸出来来奉献。相信别人眼中把咱看作工人，总是为着信用。咱犹原伫遮甘愿奉当作工人，所以今早起伫遮要一摆来讲这个题目，唤起咱要来做一个工人。人通分做聪明甲愚公的，一般人拢以为漂亮拢会当考条好的学校，亲像。考了医学院，或者是讲啊，台湾人口放榜上热门的科学、资讯、工程、电脑、电机系等等。啊，若是务工的人，自从读国中，啊，就去用编入牛头班、放牛班，所以就袂升学。毕业了后，找头路可能啊，拢是在做粗工。做劳动阶级的，绝对无法度来坐伫即个有冷气室的办公桌啊，伫遐吹冷气。若是以即种心情来分人的巧甲戆，实在是无公平。因为无读过官，无读过大学的，甚至是只干呐读小学的，却会当做到大头家。会当做到集团的董事长的这种人，伫咱的社会，通讲欢欢喜，亲像王永庆，就是一个真典型的例。所以咱袂当以学历来论断一个人是巧或者是戆。有一挂人因毋是戆，只是无爱读册而已。伊才捌看过一张海报，是伫考卷人毋通去输这个安非他命。海报面顶写讲，去安十大功，吼，四安十大功。第一功就是讲被人来煽动，第二功就是了钱损健康，第三功食了变戆戆，第四功就是讲家老死过重，第五功讲自杀来受伤，第六功讲损脑无健康。第七公讲害命害祖宗，第八公讲害己事当冲，第九公讲心头灰茫茫，第十公讲父母上失望。看到这张海报，面顶所写的这个七安十大功通证明，这四安的无拢是牛头班的学生。咱台湾社会中间。又提到一挂戆人，讲到第一戆是浪球相当，第二戆讲是食薰四方，第三戆讲食饱结戆，第四戆讲食槟榔破防，第五戆讲正甘蔗互花蛇崩，第六戆讲带爱囡仔去扇东风，第七戆讲有饲囝儿来劳动。第八公公去立法院予人弄，第九公公惊街头予人讲，第十公公信耶稣看作戆，
以上这十种愚人，到底什么人是聪明的？什么人是愚公的？有人是食好肥肥，叫好肥肥；有人是穿好水水，但领薪水。到底什么人才是聪明人呢？圣经中耶稣我提到讲十个十七女的这个故事，其中有五个巧的，有五个戆的。因的差别是五个巧的，因会晓去避烦忧。啊，无会讲嘞，因袂晓避烦忧。当即十个十七女去迎接新郎，啊，若是平平的，拢顺利来接到这个新郎，并无等真久。安尼，五个有避烦忧的，煞又搁变成做是讲嘞，因为因无采咧准备油。安尼讲嘞，到底什么人才是真正的讲嘞？《教教书会》所读的经文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一节，这段经文一连提到六摆愚公的这个字眼，就是十八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三、十五、十七，这个六个所在伫遐提到愚公的这个字眼。愚公的原文是NWBOS。英语讲 foolishness， 啊，意思就是真最戆的，称为傻子，啊。咱拢捌看过戆的，啊，就是头脑笨笨啊，袂晓判断好歹是非，啊，佫会流嘴烂。其实是巧的，则是戆的，并毋是指遐个 IQ 无悬的人。原本因是聪明人。因为某一种因果，去予人看做是讲的。不如先生伫《哥林多后书》十一章十六节遐讲，我搁讲，人毋通看我做戆，总是安尼，总是若安尼，就着犹原则来我亲像戆，互我也通溜溜啊外口。伫《哥林多后书》十二章十一节，搁较趣味讲，伊讲，我真做戆，是恁逼着我。因为我逐家着互恁娱乐，可见布罗先生是去予人当作是戆的。布罗先生伊原本是一位有学问、是大学的教授、是博士，而且伊生活真严谨、遵守律法的一个法利赛人，他有可能会真做戆人呢？伫旧约圣经中间。记载了一个搁较趣味的故事，就是大卫。大卫因为伊盗窃这个扫罗王的遗产，所以呢，伊就逃走到伫加特王阿吉遐。这个故事就是记载伫《撒母耳下卷》二十一章十三节。大卫因为惊加特王会甲出卖伊，伊就伫遐隔空隔妄。圣经安尼记载讲。大卫就伫众人面前假扮舞动，伫因个手下叫做笑，结狂结狂，伫城门个门室门扇伫遐乱写乱画，佫互烂流入嘴。大卫伊是音乐家，是勇士，是合上帝心意个人。当伊个性命受到威胁时，唯一会当予伊一条生路，就是结狂结狂啊！伊为着得生，不得已成做戆人。其实，伊是聪明的、有能力的人。可见有真侪人，伊为着某一种的原因、某一种的因果来成做戆的。现在，咱要对经文中间真清楚看到不罗先生为何成做戆的。下面就分做三点来讲，第一点，伊是为着信基督的因果。《哥林多前书》四章十节，也记载保罗先生讲：“阮为着基督做戆的。”保罗先生受着做传播福音的使者，伊以一种谦卑的方式提高伊家己的地位。伊讲：“伊那亲像一出戏，得观众看。伊是愚公，搁软正，搁被看轻。”还佫嘴干，互人骂，互人诽谤，互看作是世界上的粪扫、目面的炸弹。
有人人看袂起保罗先生将伊列伫使徒中上落尾、上智慧世，伫保罗先生迄个时代的罗马大将军，自战场中得到大胜利以后，凯旋而归，率领得胜的军队，伫这个城中伫遐游行展示伊的战利品。伫这个行列的上落尾，有一小队就是遐个对着个营中所掠回来的叫做俘虏，吼、哦，接受死刑的这个俘虏，因要互带到当初时的罗马竞技场，伫遐甲免受赛，吼、哦，来伫遐搏斗。这个刁蛮人就参像得到大胜利的大将军。保罗先生却亲像遐个要予判死刑的即个俘虏一般样，伫队伍的上路尾啊一个。保罗先生伊就是真谦卑，家己描写就是迄个上路尾。我有一位传道师毕业以后，受派伫教会去做传道，教会有一位长老。伫遐甲考试讲，啊，你是团队啊，团队啊。结果这位团队师伊忍袂住即款的批评，就辞掉团队师去做生意，来争做大头家，就阁转去到迄间教会礼拜，后来做到长老。伊目的啊，就是要甲迄个当初是甲考试迄位长老来拼一下关系安尼。其实实在是无必要安尼做，为着记录因果，去互当作公的，本来就会有的一个现象。做团队人，这是必须爱有的一个感悟。既然是分队做人，拢必须爱有一种的观念。教会空旷是由上单纯、上卑贱的人所组成的，尤其是伫初代教会会友大部分。拢是做奴才的。伫主后178年，塞勒斯攻击即个塞勒斯皇帝，攻击基督教讲，基督徒就亲像一群一波，亲像一个蝙蝠吼。或者是讲基督徒亲像一群对狗牙兽爬出来的即个狗牙，或者是讲一群伫苍蝇。边个即个水果伫遐咧夹夹叫，或者是亲像伫西河底、西河啊内底一群西河啊虫。初代教会基督徒去用批评甲唔得，足唔得，去用当作是安怎讲个？基督徒就是安尼方式看轻，去用当作是讲个。但是为着基督因果，咱甘愿安尼生活。第二，保罗先生伊是为着传基督的道理，妄动作是公的。哥林多前书第1:18-21，而且咱再来看一摆，哥林多前书1:18-21，因为是一个道理，因两个人看作公，咱地球人看作上帝关联，因为有记载讲，我要卖无智慧人的智慧。也要气杀聪明的人的聪明，智慧人伫倒落，经学书伫倒落，伫世间好辩论的人伫倒落。上帝敢毋是予世间的智慧变作戆？因为世间既然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，上帝就欢喜对所宣传的戆来救这个信的人，这拢是上帝的智慧啊！不如之所以，妄动作是戆的。乃是因为伊所传的道理，却看作是公的。伫《使徒行传》17:32就安尼讲：，讲众人听见保罗先生讲论世人各话的道理，就人伫遐甲踢笑。保罗先生传是一个道理，遐个自认是聪明的人，家己认为是聪明的人，认为即款的道理实在是有够可笑，爽爽啊！无人要信，因为伊无法度来明白救恩的原理，就甲伊当作是讲的。
原来犹太人用因祖先超然神奇的经历来夸口，却看清了那些个人耶稣，认为这个来自砖脚、在做木匠的，他会当做到大先知伊利亚，他会当甲这个大先知伊利亚、伊利沙来做比较的，所以就看清耶稣来拒绝伊，拒绝是假福音。这个人，却以因的哲学学问来做夸口，来看清是一个福音，来看清是一个道理。对犹太人来讲，是一个踏界，是绊脚石。因为十字架顶结束性命的人，毋是上帝所拣选的人。犹太人因真歹接受，佫较歹相信这个道理。耶稣受苦的观念对希腊人来讲是矛盾的。耶稣得真侪肉体，上帝真侪人的反是即引起希腊人的一个反感。耶稣受苦真侪上帝囝，即完全是不可信的事。而且希腊人追求智慧，因自认因是聪明人，实际个道理也无合逻辑，即因袂当接受。因也把哲学逻辑来推论，当作是真公营的事。事实上，因是人类中上可怜的人。一个愚公却以为家己是聪明人。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五节，保罗先生讲：因为上帝愚公比人较智慧，上帝软弱比人较勇壮。第三点，上帝要拣选愚公的人。愚公是因为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是因为传是一个道理的缘故。你若是因为这个缘故的人，拢会互当作是戆。上帝正是要拣选这款的戆人，这款的戆人，因也拢甘愿来放弃因的财产，放弃因的地位，去传福音。真侪类似这款的人，拢是戆人。因拢参像布罗先生所讲的，因是愚公不软弱，是逼真，是被人看轻，以及是一无所有的人。上帝太拣选这个戆人，拣选的意思是含有这个属于好的，才会被选的这个意思。格林多人可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因认为讲因之所以会当成做基督徒，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选民，是因为因是有智慧、有能力、有尊贵，比别人较好、较强的人。其实因也是属于愚妄、软弱、一无所有的人。上帝他会拣选这个愚妄的人呢？目的呢，就是要让遐有福气的。家己认为是聪明的，伫上帝面前一个也袂当夸口家己。上帝拣选愚妄的，叫有智慧的见晓，因为戆人接受上帝救恩来得救，有智慧的反转得袂到来感觉见晓。伫上帝面前上有智慧的人，就是自认是家己认为是愚妄的人。上公共的人是自认是上软弱的人。刘兄弟，你愿意为着基督的缘故来成做戆人吗？你敢敢为着信基督、传基督耶稣来放弃你的自尊心？而且我要强调一点，在平常时、日常生活中间，在工作、在做代志、在读册，你着做一个聪明的人。但是，对你信用、对你奉献、对你做上帝工，你就要真做一个愚妄的人。这种戆人伫上帝目睭内是有智慧、是受拣选的人。咱敢是常常听人伫讲，讲戆人有戆风吗？戆戆啊，信啊就会得救；戆戆啊，信就会当积聚财宝伫天。戆人袂计较，有钱就骗，
那阵伫寄银行共款，一个真够计较的聪明人，并不是真正聪明，只有伫上帝面前爱吃做戆人的款式。有一位老牧师就常常安尼讲，无腿无足，食到老骨骨，只有戆人才会容易来接受这种观念，就是点点啊做。最后，伫天年报上是大个。某一间教会有一位新选就任的长老，就任后非常认真、搁尽心尽忠咧做主的工，但是竟然因起一位较长辈的长老，伫遐甲提醒讲：“讲哎，你这少年啊，你太着遐尔认真，要创啥？啊，做长老也无领薪水。”看着做工遐尔认真嘞，即位新任的长老，或迄位较老一辈长老，安尼讲来到底，煞毋知要安怎来应，要安怎来回应是好。保罗先生伫遮搁一摆甲咱讲，上帝拣选有功的人，你若点点啊做，默默耕耘，有一天就会有大收成。毋嘛，咱拢真做，咱拢会因为基督的恩果，互当作是戆人，伫上帝面前却是聪明的人，同心合力来祈祷。听从我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予我一个福分，搁一摆，踏入主你的圣殿来服侍你，来奉献阮本身伫你面前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伫阮现今的世代价值观真正混乱的时阵，往往阮所做的，往当作是戆的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予阮会当坚持主你对的信仰，帮助阮有较大的信心来依靠你，来仰望你。让阮伫方阮地区所做一切，会当宣扬主祢的福音，高举主祢的事迹，伫即个社区，伫即个方阮地区，要较人引带去较济济人来求真理。虽然阮所做的方当作是戆的，总是阮相信，将来有一天到伫你遐，要得到主祢大大的祝福，愿主祢帮助坚定阮的信心。也坚强阮的心志，继续来服侍你，奉献伫主你面前，奉献阮一切，阮的金钱、阮的时间、阮的才调，奉主你来赐予，愿主你使阮舒服，对阮众大家也使阮即个奉阮教会因伫遮所做一切，安尼恳求感谢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